喊你《甄嬛传》，孙俪被抱怨，表示今年重播次数最多的电视剧，那一定非《甄嬛传》莫属。最多的卫视台重播达到10次以上，不少网友甚至喊出《甄嬛传放过我妈》的口号。而近日孙俪出席代言活动时，也爆料自己被导演抱怨《甄嬛传》实在让人看腻了。前两天很有意思，收到一个导演对我的投诉，他说：“你能不能给电视台打个电话，能不能不要再播《甄嬛传》了？”我说我也想，但是我好像真的没有这样的能力。对，所以就当然这是一个玩笑哈，我也希望赶快自己有新作品可以让大家看到，但不敢说突破了，但是一定是自己用心做的一个作品。好尴尬。